看到有这么好的场地，而且又是职业的，所以就会更珍惜，而且会想要更全力的下去投入比赛的感觉。然后不管是音响，还有那些大荧幕什么之类的，我觉得整体感觉起来都很棒。我觉得我在看到自己在大荧幕，我觉得我自己感觉很帅啊，因为第一次看过这种放不一样的照片，不再是那种大头照的那种丑丑的感觉了。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在新庄打这种决赛，那因为我上去两场，我觉得这两场给我感觉就我很像赢在职棒，然后就是每一场都能很投入、很热血的去打每一场。比较像职棒在比赛的感觉，比较亢奋啊，然后想赢的心会比较多一点。荧幕大看板来就很帅啊，自己照片在上面。真算半体验到职棒级的感觉，然后就是打起球来很舒服，虽然说感觉看就是人很多这样会有点紧张，但是相对就是张力也很够，就很兴奋这样，然后也会比较更有动力去比赛。You feel?